你知道你上去很可能下不来了吗？知道，但值得。爬坡的方向是县城，不仅覆盖县城，还会威胁到郊外的化工厂。洪医生，我们这边又塌了，全都掉进去了。 我可以上去送炸药，我们能挽救很多人的性命。相信我，依法启动国家级响应，保护现场，由我来指挥。那可以。